OK，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郝石，欢迎继续收看《石人的大舅》。咱们来到了最终的这个塔上面啊，第二次来到，继续往下面前进。这来一旦来到最终的这个地方呢，我们离游戏的结尾也就不算太远了。如果这期节目做不完的话，那就顶多下一期节目啊就结束了。把盾牌放在这儿，就可以打开这个门了。进去之后呢，就是一个小小的解谜哈。来到了一个看起来很寒冷的地方，这也是巨婴们集散地的最核心的地方吧。这儿呢是一个电梯，把盾牌放上去呢就可以乘坐电梯上去了。这个光镜简直是无敌了，什么功能都有。但是你会发现乘坐电梯上我这是先专门给大家做一个错误的示范动作了。上到顶上呢，你得一直按着哈，它顶上被封了起来，你这个电梯无法再往上面一直走，那该怎么办呢？哎，先下来，让这个大舅坐在地上。让他坐在地上。他的尾巴呢，垂下去。应该是从这个洞垂下去的，对吧？怎么给我垂下去呢？让它动一动啊，不动的话它垂不下去这个尾巴。好，坐这儿坐这儿，坐到这儿这尾巴还是不垂下去啊。不掉下去这尾巴。あったかならが、おじやろく、いえた、あがりぼと。赶紧把尾巴怎么垂下去？我不动它，看它能不能自己垂下去。哎，好像可以掉下去了啊！好，就是这样啊。别乱动。我们会来到一个底下全是敌人的地方啊。然后呢，这儿还有头，这个头呢就是安在敌人身上，敌人就会动起来，每动一个敌人我们就可以在他身后去，就是去控制那个开关，他就电梯就会收走一块，那顶上的东西就会收走一块。喂，快走快走快走，这儿还有，这个是有头的，这个是没头的。咱们就是现在有，哎，这个啥都没有，直接按住。好，总共有好多个呢。
扔一下。走！哎呀，主要是给这个地方的难点就是给这些家伙们安头。其实说白了就是给他们放头哈。行，有机会就先。好，打开。这个没开。好，开了。哎呦我去，不停的爆啊。这家伙这儿没有头，这附近，哎，这俩这儿还有俩。哎呀，我怎么又放到这点上了？给他安上个头，好，这个还没开哈，这个家伙没头，这儿一个两个，看看啊，还有几个，这个也没开。各两个，这个也没开。走。哎呀！这个开了，都开了，就剩这两个没头的了啊。现在就是想办法给这些家伙安头。哎呦我去，动作还挺灵敏。就是那俩家伙附近都没有头，这是最恶心的哈。让他们都顺着一边跑来抓我。安头，安，一定要安上。走。哎呀，完了，撞墙上了。这个还没开啊。哦，是这个刚才是那个啥，是刚那个弄开的，弄走的一个人。人给呼唤过来。只要前面不会来人就行。我去你大爷的！不管了，赶紧找头。走。
看看那个家伙有多远啊，还有这么远，都离他太远了。这个碎不就完了吗？之前我咋就没想到呢？好了，这个家伙碎了没？好，全部都碎了。这样就不用担心他们了，凡人。这样我们可以慢慢过去呢。那个家伙在哪儿呢？我去，这么远。看见了，来，过来抓我。还能，这个镜子还能挡住那个符咒哈。哟，没打着你小样。我成将铠甲兵们打得落花流水，还竟然解了个成就，我是竟然都不知道这不是成就，这叫 PS4 上叫奖杯 ，PSN 网络的所有东西都是叫奖杯。我之前都是没打他们啊，就是硬躲敌人，躲过去的。哎，然后这个顶就开了。一下方向，他动了。他原先不是这样坐在这儿的。好，走人。上去。慢啊！来到外面呢，又是一场恶战啊，又是一场敌人非常多的战斗。我们也没啥事儿，自己跑就行了。哎呦，哎呦，哎呦，哈哈！二楼也会来敌人啊，二楼的敌人得靠我们用激光去照射。
调一个提前量。又来了！哎呦，我去！吓我一跳！好多敌人防护这个地方，看来这个地方很重要嘛。还没有打完，我打完了吗？音乐停才算打完。又来了，又来了，又来！哎呦我去！到底有多少这样的士兵啊？又举起来盾牌了，喵的！又举起来了，他喵的怎么那么快又举起来了呢？你给我放下！别追我了，该又举起来了，撞倒！还有敌人哈，一巴掌都呼不死。还来吗？哎，没了。
来，去让他消消气儿哈。消气儿，消气儿，消气儿！我去，这场战斗打的时间比较长。好，气儿消了，拔他身上的长毛。好几处受伤啊！应该是拔完了，那么接下来该怎么走呢？我们把这个盾牌啊照向天花板，它就会下来。哎，这给我挤下去了！把长矛不是把这个光镜照向天花板。然后呢，我们走进去，哎，它这儿就会上一个笼子啊，就会慢慢升上去。但是大舅呢，也很快的就爬了上来。这是什么高科技？这是人类生产出来的？不可能啊！人类到现在都没有说不用任何绳索就能把这个电梯就给运用起来哈。利用磁悬浮或者周围的悬浮能力。上的层非常的高啊，一下子就几乎要达到顶层了。哎，上来了。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木桶，但是都已经几乎都已经被吃光了。但还是有一个的，把这个木桶喂给他。吃吧。好，来到这儿。啊，难道是去那边吗？这两个一样低啊，都行。爷爷，哎呦，刚好缩了一下腿。什么时候身上又中了一根？哦，刚才死了一下。爬爬爬，往上爬。然后接下来我们会遇到这个一个稍微难一点的解谜哈，不过仔细研究研究其实也挺简单的，也不算能会卡人太久吧。当然如果卡你时间长了，也不代表你就是笨蛋啊，毕竟有时候可能你会就是没有想到，反正需要动一下脑子，确实接下来需要动一下脑子。钻进这个小洞洞内，
呦，不是钻在，不是钻在这儿。就是钻在这儿，从他头上下来，上面是风扇，挡住了大舅的去路，我们得把风扇给关了。往这个洞里面爬，我们就碰到了这个大舅集散地的核心啊。一个巨大的核心。乌拉杜纳达杜诺姆，乌努兹，就是这个东西掌管着这座峡谷，非常大的一个黑色的核心。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想往里头走，它会有一个防护装置给咱们直接弹出来。如果说咱们拿这个光盾去照它的呢，哎，你会发现照啊照照照，它就起了波纹，然后那个就是在好像很痛苦的样子哈，但是时间长的照它的话，你会发现它正在逐渐的收缩，然后它收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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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你不停的照不停的照不停的照，一旦触碰到它的核心之后呢，哎，它就会放出很多这种符文来攻击咱们，就卡在这儿，你就动不了了。然后如果说你松开这个盾牌呢，你就会中招。然后这个黑色的圆球就会很快的恢复。那这该怎么办呢？哎，这期视频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期呢咱们是做不完了哈，看来这个流程是做不完了，因为接下来还有挺长的一段的。这个解谜包括接下来的流程，咱们放到下一期，也就是最后一期节目来一起进行吧。拜拜。